们其实今天来到这边的目的啊，只是想要寻找比一位女生还美的女生。那女生就是她的妹妹，你想知道她妹妹长什么样子吗？你觉得你比较漂亮还是她比较漂亮？小姐姐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看到她就笑出来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嘉乐。今天晚上我们制作组太有眼光了，邀请我来主持这个找美女的活动。Hello， 阿硕，相信我，这一次我一定找的美女一定比你们好了。怎样？贵宾团队呀？啊，是。这你一定认识阿硕哦。认识啊。这你一定懂带刀妹哦。懂啊。这你懂，我明明在第二集时间，我找你的节目的时候。哦，他找妹是你妹妹啊。啊，所以呢，阿硕阿硕今天不在是不是？今天我就自己来找。那你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美女 ？OK， 所以嘉乐，你一定愿意跟我一起的，是不是？是。没有强迫哦，你走啊，走。哎，等一下，来拿什么相机？我们在你华人中学，我们进得去没？我带刀哥在江湖上面混那么久，你有没有小弟的没？看到吗？我小弟，他可以带我们进去的。听讲哦，你们在 YouTube 上面哦一直留言，讲很多美女哦，没有来会后悔的，是的吗？真的吼，没有美女的话我砍你啊！打不到，来等吗？走啊！我小伙伴带我们找到一个美女哦，是，我们找我们第一个美女，来，恭喜成为我们第一个找到的美女。请问叫什么名？雨轩，今年几岁？16岁。有什么爱好吗？睡觉。你看，从这一点上面呢，就数很多东西啊。我妹妹看死神，学猫叫。我们来这边的目的啊，其实是要找一个比她妹妹啊还美的人。你觉得啦？她妹妹比较美，还是你比较美？没找过我妹妹是吗？啊，这是我妹妹。你觉得她比较美，还是你比较美？她比较美。我都讲了，很难找到比我妹美的人。可是为什么前面第一、第二集我妹妹是会输的？如果你们喜欢她的话，就投她一票，在下面留言。啊，我跟你讲哦，我妹妹是赢定了啦。对，现在我们又找到第二个目标了，在我们前面，来。你叫什么名字 ？Racing。今年几岁？17。17岁。比起我妹妹来讲哦，她的脸太小了。懂我妹妹是谁吗？像你这样，不懂是不是？那你懂我是谁吗？我再懂跟你不懂我是谁啊？今年恐惧。看到吗？很美啊！是不是？你看我都讲了，第一个讲我妹妹的，你看我们自己都自愧不如啊，对不对？再找妹，我妹妹太美了，没办法。你有什么特殊才艺吗？对，不懂哎。会唱歌吗？不好听。跳舞会吗？会跳舞吗？你朋友看见你，他觉得你会。不会。你看来，什么都不会。我妹妹又会学猫叫，又会跳舞，又会唱歌，美女啊！这就是你妹妹赢了。讲，我妹妹还是赢的。这样你们就不用出来找了。我要找你们这些众星拱月的。还有点不耐烦了，我觉得。那我们就见见今天的第二位美女。是卖什么？这边什么都有卖啊，卖很多次了。等一下，什么学校不是重点，美女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就问一下，自己带我去找嘛，我一定要知道你的品味啦。你平常你是喜欢怎么样子的类型？比较可爱的，懂在当妹吗？我妹妹知道。你觉得我妹妹可爱吗？不可爱。给你机会组织一下你语言呐，为什么觉得我妹妹不可爱呢？可爱哦，确定哦。我们刚刚第一个美女出卖一个朋友过来哦，走，我们先看一下看是不是美国的妹妹哦。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我叫林迅。今年几岁？16。你叫什么名？玉璇。你头发太白啊，我不可以太白了。因为我觉得美。你？那你觉得她跟我妹妹哪个比较美？我觉得她比较美。来，你们打。她妹妹比较美，真的。她今天来的目的耶，要找比她妹妹更漂亮的人。我们现在给她看，给你看她的照片，你比较漂亮还是她比较漂亮？她比较漂亮。所以你有什么特殊才艺吗？还爱好什么之类的？唱歌。会唱歌。来，两个人一句。对了，这太多了，太多了。对，你们唱一句。会唱什么歌？1、2、1、3亮晶晶。来，前面来。满天都是小星星。阿耶。快点就好，两分钟就好。不要了，
我现在整身汗掉了。兄弟姐妹看不住，看不住。哇，可以，我们接下两分钟吧，两分钟吧。可以，麻烦大家。我来看一下，我看一下你美丽的脸孔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 Penny。Penny 今年几岁？15岁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停！走，我先。你要上台了，拜拜。我一直以为走阿龙阿超会遇到这种事情，我在想可能我带刀哥会遇到这种事情，没有想到。看我们人民民团队就是注定这样子啊。瓦解了，瓦解了，不要走偏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们现在看到多一位短头发的妹妹。Hello， 你叫什么名？杰斯。请问今年几岁？今年18。你没有什么特别才艺？没有。没有什么特别才艺，不要紧。就算你没有什么特别才艺，我也觉得你比阿妹妹美。你懂我妹妹是谁吗？不懂。不要紧，我给你看我妹妹是谁。妹妹漂亮吗？对。跟你比一下，你觉得谁比较漂亮？你确定吗？我现在又找到另外一个了，觉得这个点，我觉得这应该是别有风味。别有风味怎么样？我明明是赢了。Hello， 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苏欣。今年几岁？17。讲这个，我今天是不跟我妹妹来，不跟妹妹来呗。有什么特别才艺吗？跳舞。跳舞。你会跳什么舞？民族舞。现在。可以现在跳一下吗？不要。可以吗？就算她跳，我还是觉得她比较美。你想看一下她妹妹是谁吗？对呀。哇！你摸着你的良心讲，你跟我妹妹比起来，你觉得谁比较漂亮？各有各的漂亮。各有各的漂亮，这样谁比较漂亮？都差不多。都差不多。如果非要你选一个，你跟她觉得谁比较漂亮？你觉得谁比较漂亮？我比较漂亮。对呀，对呀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我们可以结束了。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你刚才讲的话？不考虑，不要再为难他了啦。我在找哥，我不看女孩子的，还有什么？不跟女斗好不好？看来。有人在跳舞哎喂！走，我们快走啊！快走！怎么？跳！躲进来！赶紧跳！怎么？怎么看？跳！Hello，Hello，Hello，跳！我在拍一个节目，可以方便借你两分钟吗？请问你叫什么名？我叫 Jessie。今年几岁？17。17岁。你是学校的学生吗？不是。不是啊，好吧。那你平时有什么兴趣？我的读书。你最好读书以外，你还有什么兴趣？唱歌。你会唱歌？来一进。没有。一进。OK， 这边等。我们其实今天来到这里的目的啊，只是想要寻找比一位女生还美的女生。那女生就是她的妹妹。你想知道她妹妹长什么样子吗？长得像一个呆倒哥。对，她就是呆倒哥。呆倒，不是长得像，我是呆倒。对，你知道她妹妹呆倒妹吗？不知道。你觉得你比较漂亮还是她比较漂亮？小姐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你看到她就笑出来了？因为长得很像你。她是我妹妹，当然长得像我啊。这你觉得她漂亮吗？漂亮。跟她比起来，你觉得谁比较漂亮？是不是？其实呢，认真说一句话，我真的觉得她比较美。我发现到一个徐，这个徐呢，我想看一下眼光好不好？我去找他。先生，跳。你会讲话吗？我会讲话，你叫你点头摇头就好了。我先给你看一张照片，你觉得她美不美？你点头，不美的话你就摇头，好不好？这种美美觉得漂亮吗？漂亮，确定啊？小姐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邢丽。请问你今年几岁？16。16岁。请问你有什么才艺？没有。没有什么才艺啊？要找一个她妹妹很漂亮的女生，你知道她是谁吗？听过戴刀哥，你听过我的名号？我先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妹妹，这是我的妹妹，叫戴刀哥。她美吗？你觉得美吗？美啊。但你觉得你自己美过她吗？可是我觉得你美过她。可是我觉得你美过她。我们现在拍这个美女的节目啊，在你们的团队看到了一个美女，你们觉得她美吗？叫什么名？今年几岁？17。这是我妹妹，你觉得她漂亮吗？不漂亮，就讲不漂亮。可以看。
可以看啦、啊、我决定可以看，不可以讲别人话的。美女都是什么很实的，这样子可以看就可以看啦、啊、你不要再质疑东西。轻轻松松，今天就拍完了。最近我们的总结就是，还蛮错，你们这么早要辛苦，看我们今天随随便便找就找到了，而且你们每次讲话废话一大堆，没有 point 了。我看我们今天随便找，是不是？是哦，看好今天这么多美女啊，我还是觉得我妹妹是最美的。所以头，我提议这个比赛哦，不是我提议，这东西是我办的，所以这个比赛呢是不用我办了的，赢定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妹妹是碾压、啊，所以呢，行了，你自己，好不好？回家了，走啊。对，哎呀，对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如果你们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就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。还有，如果你们觉得你们学校就是有美女要我们去找的话，就在下面留言。OK， 我先走，拜拜。等我一下。是不是有一个学长很红啊？现在当明星了。刘长卫。是不是？他帅吗？帅啊！我跟他比起来，谁比较帅？你呀、啊。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回应吗？一个人吗？一个人好。问来是他比较帅，还是刘长卫比较帅？你呀、啊。